使徒们同主他复活三天以后，他在地上建立了教会，初期的教会是一个正的光景。但是曾几何时，2000年，教会历史看到一幅就是起伏的光景。我们现在所谓主的恢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把握，我们从这一些起伏的光景逐步向着正常。感谢主，我们最近在收到导言对讲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些话，倪立兄说，虽然我们有一些真理的威路，但是列国的风俗仍然强烈的影响着，所以我们呢，这次回到教会的正统，我们需要看清楚什么是这叫教会走向了啊，这一种堕落的光景，这不是一下子。我们今天进入我们这个课开始啊，讲到一个教会叫以弗所。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以弗所很差，以弗所是不得了的。以弗所这个城是亚细亚第一大城，保罗在那里有3年半，在那里推了一些他。他在那里怎么样带领弟兄姊妹？我用保罗他最后一次经过以弗所，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实在不敢再回到以弗所。为什么？因为他实在对以弗所满了负担，他怕去了就被那里黏住了啊。但是呢，他一心赶快要回耶路撒冷。他那里怎么讲啊？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第一天以来，与你们在一起始终为人如何。意思你们都知道。啊，不止这样哦，服侍主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哎呀，我们的同工啊，跟他这个比起来，我们都要钻到地狱了。保罗实在是不得了啊，常常流泪，凡事谦卑啊，凡事服侍主啊。但是呢，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量不会不告，必会不告诉你，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我都交代你。这个不是我们发明的，保罗发明的，挨家挨户喂养出去扣的。我相信啊，以弗所教会也是这样一个教会。魔幻的，哎呀，他们啊，胡椒盘去做的是你夸夸的。所以现在呢，你要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行走在金灯台的人子啊，你不要以为他是口吐一把两刃利剑的那一位，眼睛像火焰一样，头以华接盘。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胸间是竖着金带的，他是何等爱惜他的教会。当他来讲的时候，他说以弗所教会他们在拉路上，哇，弟兄姊妹个个，哇，扣人啊，喂养圣徒啊，哇，可能啊，他们的亲戚会，哇，也是强强不足，个个起来呻吟，何以见得啊？他们传福音才厉害，把虔诚的人啊，几乎都办得救了。那个银匠工会的理事长失业了，他做银行。你要知道，以弗所的城有一个他们这个雅典女女神的，就是西洋的龙的妈祖。对啊，没有人膜拜啊！哇，花生
宗教上宗教危机，所以几层啊起来反对保罗，你说不好吗？我们今天台党有一个教会这样吗？我们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吗？台北整城的人都起来反对我们，我还真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扣门太厉害了。但是请听，他们确实有一件事，这个事以后在各个阶段的教会里面，他们堕落主要的根源是什么？你知道吗？离弃了起初的爱。这是啊，对教会千古名言，请你记住，这是根源。他们从那里啊，他们就堕落下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啊，不是指光时间的起初，这是指的品质和质量上的。希腊文叫 protos， 它的意思翻出来上好，不止比上好还好，叫做比最好的还好。数量上来讲，它是最多，比多还多，这个叫 protos， 清楚啊？ protos agape 就是神的爱。他们离弃了这些，是啊，基督身体上基本的动能不见了，很劳苦，哇，什么什么都是预留的，所以一个一个啊，就逐步败落。我不能在这里太久啊，我今我要讲的是上帝。没有这些就没有上帝啊，因为给搞到哪里啊？搞到最后。推啊推啊，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天主教把它弄走。天主教是在推啊推拉的时代里面，什么叫做时代？就是那个模型。今天呢、啊，你若是有那一些，你也是在推啊推拉的原则里面。哎，推啊推拉变大。这个你要我讲，我三个钟头说不完。我到罗马特别研究，哎呀，真的是，什么叫推啊推啊？你到里面了、啊，我看过他们了、啊，大体的教堂啊，都变成观光客游览的地方。有在运作的，你去坐在那里啊，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用我们听不懂的话来祷告。用那些奇怪的声调来祷告，哦，主啊，这是讲什么话？有人告诉我，他在讲拉丁文啊。我相信啊，也不见得是拉丁文，那个腔调还很古怪。什么叫萨底？萨底啊，就是从那里改革一些、啊，哎，用你听得懂的话，但是腔调还是一样。阿门吧，阿门。我去过、啊、这个撒底时代的教会啊，在这里推亚推拉的时代里面的这些教会，他们里面到处都是偶像，哎呀，大一点的上千尊，是不是啊？名字叫得出来叫不出来都有。知道了，撒底他什么叫做灵光，什么叫做改革啊？当然了、啊，就把一些删掉，就少一点。什么叫做推啊推啊？他们啊，里面不只有撒旦深奥的事，它里面还有，哎呀，雷加宝与世界联合，哦，他联合的更彻底。你要知道，台湾的天主教里面有几个尊圣母。敬耶稣，再来是什么？你知道吧？拜祖先，敬孔子。你说，哎，我弟兄，你不要乱讲，那我不乱讲的。1939年，教皇替父十二世正式下诏令，
给华人的教会，给华人的天主教正式的招聘啊，现在仍然生效。什么？华人可以敬拜祖先，可以敬孔。我主耶稣啊，为什么？因为在这个1939年以前，天主教立马做，大家都读过历史吧？啊，年考里面都要考这一题。天主教的教士立马斗把福音传到中国，但是他到宫廷里面，到了康熙皇帝，他就说：“哎，你们这个要改一改啊，我们不能不拜孔子啊！我不拜孔子，我这个王朝会被推翻了、啊。”到乾隆啊，这个感觉更强了，到最后把天主教教士赶出中国。他们为了再进到中国，所以呢，就发布了这一条诏令。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多可怕的堕落！不止完全与世界联合，撒旦升到了世界，在那不断的发动啊。所以你看看，就恢复到今天啊。所以莫怪马丁路德500周年了，不止从他开始的那飞行就开始了，有许多的改革的。起先啊，他们叫 protest， 就是抗议罗马宗啊。但是呢，从抗议里面改成迷惑，他们呢要改革。所以啊，你要看看圣经怎么来讲这一个教会，教宗杀敌的教会。弟兄姊妹，请注意啊，杀敌教会有3个特点，你要小心。在这个时代，在这一个撒比这个时代里面，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说，按明你是我的，死其实是死的。我用一个简单的话，叫做明火死亡。名字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我说我们家的电器啊，不知道你没看到，他那个电灯泡不亮了，手给他摸一下又亮了，手一离开又怎么用？那个以前钨丝灯泡有没有？它已经断掉了，稍微开一下它又出，也没有亮起来。你走了，绿绿又花起来。有一次我坐一个弟兄啊，一个老年车，在美国，我那个弟兄很节俭，他是车开好久还在开。开到半途啊，忽然不动了、啊。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看他这样子坐旁边一只大铁锤，我铁锤干嘛？我就让铁锤下来，然后把车门打开，咔弹一下，然后说：“可以了。”然后就砰一声，我说：“这是什么？这个杀敌就是这么样，改革的，你看啊，他是活的。”他死了又没死，对不对？夸张一下，哎呦，开到一半又熄火，你用什么？我不能老是拿铁拳敲啊！他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历史来证明啊，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你看他中间就出了一个进阶。新生动物也是新前派的人啊，给他牧养喂养出来的。就什么？因为马上啊，他们就啊，没有那一种活力、啊。聚会中啊，睡觉睡成一片的。那真的，他们的主就画这么画。有的姊妹啊，牧养孩子当场啊就喂奶了。因为牧师讲的，不能再讲什么听不懂，还是小孩子比较要紧。还有打瞌睡，打瞌睡的，还有打哼的。我、哦、主耶稣啊，烧了带的，我说啊，给你三个人。但是呢，列国的风俗啊，哦，主耶稣啊，我不能形容太多。当然了、啊，我们不能留在撒底的光景，我们
现在就是要恢复到正统教会的光景。萨迪他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他说，在我没有见到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有一样是完成的。我给他归纳叫做有头无尾。这个恢复啊是如火如荼。马丁路德吧，殉道者的灵，头可断，对不对啊？但是要真理要出来，要被宣扬出来，那一股豪气，主也真祝福他们。但是好像事情就做成这样。中文有一句话叫虎头蛇尾，他连那个蛇尾都没有，就只有虎头无尾。尾巴在哪里？弟兄姊妹，我问你啊，你今天看到改革中啊，我们不批评他，我们就是讲啊，萨底的时代是不是？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不加排气啊，我们要坚持啊，你懂吗？你若不坚持，那真的就是骨头，怎么没有？我们今天说各个世纪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也是马丁路德改教里面最重要的口号啊。今天你去看有没有一个做祭司？有啊，就是那个被安利的人才是祭司啊。弟兄姊妹，在告诉你一个秘密，尼弟兄他很年轻的时候，他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在十二间排聚会，跟着几个弟兄一起，最后被开除。为什么？因为他到处传福音，牧养人，带人得救。问题说，你不是牧师，怎么可以给人家施浸呢？你要知道，改革中里面到现在仍然是如此。你以为这个讲台可以随便站的？没有被安利的牧师是不能站在这里的。从这个屋顶上去，正中央上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一直对下来，这个就是讲台。这个讲台底下没有被安利的人是不能站在这里啊，包括长老执事，只是旁边，你到教堂去看，他旁边还有个台子，你只能站在那里。哦，你是平信徒，你还可以在那里祷告。你只能说阿门。真的，到最后是圣徒最快乐，因为要唱阿门颂。阿门。那就表示要忏悔了。哦，真的，那个歌声很美啊！我大概参加那个聚会，就是那个最感动的。对，他们有管风琴。透过管风琴，把那个阿门的声音，啊，反正他特别的恐怖的唱。第二次呢，你到这里还不够可怜啊？安民是活的，的其实是死的，不就死还是透了？第二次呢，你有没有我们这个光景啊？你是不是有在这个时代的边缘啊？我给你咬一下，你又醒不过来，醒了又醒不太很久，又睡着了。有的人啊，回去说：“哇，姊妹机会真好啊！”哦，又活过来了。回去没有多久，又像那个坏掉的电灯泡，哎呀，又花起来了。不是啊，有个头，你今天开始吧，不要告诉你是你的新的情况。哦，主啊，我们不只要坚定直视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恢复的重责是在我们身上。哦，所以有时候弟兄们啊，老师们，我们都说哇，各位给我一个叩门，
天去扣的，因为我们既然来，你要知道我们何等神圣。你现在去叩门，没有人给你开除啊！你弟兄是去叩门就开除了，你懂吗？真的，这是你所不知道的，你懂吗？弟兄们，你可能问我，为什么你知道？我告诉你啊，你弟兄啊，被关在提篮墙。每天呐、啊，只做两件事：第一，告交代过去。共产党啊，最主要的每天要写自白，这个我们都看不到。为什么？他写了上千页的自白，每天都在不断的写。小时候五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从你有记忆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写。你上千公话上面打，心情不好，还要背起来。对不对的？哎，你这个不坦白，啊，写了这么多，这些人啊，现在都还在。有一天，我想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啊，就从够资格的从这里面理出头绪。所以这些是我们不知道的，对不对？但是是实际，我们都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只因为他不是牧师啊。这个就是。改革中的遗毒哎，这已经成为风俗。你要知道尼克拉党的教训，还有要公教的巴兰的教训，有没有？还有什么教训呢？耶洗别的教训，撒旦身上的事，教会啊堕落就一落千丈啦。现在起来了，但是对不起啊，总惊一半。马波金话，惊一个头，村里面拢无惊。很快的，这个速度很快。马丁路德，1951年，1517年，贴了95条，在威利堡大教堂的门口，明年整整500年，10月31号，明年整整500年，500年哦，感谢主。近100年里面，主都恢复起来了。我们李弟兄带我们一路恢复。到了李弟兄的时候，他说啊，李弟兄说，我们要摆脱列国的风俗啊，因为这个教训已经成熟，也成熟了，就变成风俗了。所以，俗成惯例。它就变成一个惯例，大家觉得这样是应该的。哎，站在这里没有牧师讲，那谁讲啊？所以有一次啊，很多啊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人啊，尤其公会的，他们都在到处找牧师啊，牧师去挣钱。有一次我们一个弟兄啊，他特别啊有意思，有看见，他说我牧师很多会啊，牧师很多、啊。他就牧师啊，我们这里牧师很多啊，那个他就按住了，哦，牧师很多，那他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一介绍，就讲，第二里面讲，他说哎，他就很有感触，他说没有这个每一个讲的都不是牧师了，哦，他们就是牧师，这个人太恍然大悟，对不对？阿门不阿门？感谢主，这就是一个恢复啊！你可以给人家施浸，哇，这不得了的事哎！感谢赞美主，所以他整个的时代里面，第三个最重要的特点，不警醒，不惊心。圣经啊，你看圣经里面，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会需要什么？你就知道，主在每一封书信，他前面都会说我是什么，对不对吗？这里说到什么？他是那一位有神的七灵和七情的那一位。
七年前七心量。今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七年跟七心啊？我们不只要亮了，还要更亮，要七倍加强。我们要七年七倍加强。你要知道这个沙底为什么会有沙底的光景出来，好像推啊推啊这样，应该要到这一封书信定封了，就咔嚓就截止了，就可以，对不对啊？你要知道列国的风俗、巴兰的教训、尼格拉党的教训、耶西别的教训，这些很强的，成为这整个列国的风俗。大家一起想到基督教就是怎么样子，所以啊，弟兄姊妹，包括我们都被这些啊深深的渗透到我们的血里头，到你的骨髓里头啊。你有没有说，哎呦，新耶稣是不错，但是怎么一来啊就要叫我去啊叩门？我给你讲，最难的就是叩门，因为你也不知道脸摆在哪里，手要伸在哪里，还要叫你，哎呦，高难度了，你回去试试看看。你要被信到，忌讳门都没有，只有叩门可以让你有一点信道的感觉。今天你想信道，真的还没有那个门呢、啊？有吗？你要施美拉教会的经历根本没有啊，没有那个机会，随时砍你的头啊！有一次我们到大陆去，他给公安抓去了，我跟你那个，我们两个就心眼坦然啊。最后晚上就我们两个都偷偷讲了，那个人看我们一点也不害怕，他也觉得我们在干什么，也不紧张，也不什么。天德了，我们两个就讲说，真的把我们抓紧关起来了，关个几天了，也感谢主哎。结果都不心动。所以
是神对未来对他的反应。第二，上帝来讲，因为主看见未来对他的情形，上帝因为有利于树与圣者做恢复。感谢主，像刚才弟兄在这里讲的，这个。或许应该这样说啊，启示录主在这里，当时在亚细亚，并不是只有七处召会，但是主在他的主宰里，特别把这七处标出来，来显明召会当时的光景，也说出召会七成的历史。这不仅是当时的情形，更是同时都发生的。啊，在这个整个召会时代，不仅是有这个历史的顺序，也更是在时代中同时发生过的。那就好像以弗所的召会，以弗所的意思是可羡慕的。在主的眼中，召会是那样的宝贝，是那样的可羡慕的啊！结果因着召会的这个离弃了那个上好的爱 ，Protos Agape， 它是比好的更好，比多的更多，是可羡慕的一种精神。结果他离弃了主作为上好的爱。所以啊，召会就堕落。经过这个初期的召会，又经过受苦的召会，示威拿的情形。后来这个仇敌发现，这个基督徒是杀不尽的，杀是没有办法解决基督徒的问题的。所以啊，他们就接纳基督教。甚至使基督教成为国教，啊，这个所以就有许多的败子，有许多的假基督徒就掺进来了。这个就是撒旦他在这里使召会与世界联婚，这个就是那个别加摩的召会所预表的，就是属世的召会，从第四世纪初期。313年啊，这个那么开始的这初期，就大概就到了第六世纪的末啊，这就是推亚那个别加摩的情形。后来这个在那里不仅有了像弟兄刚刚提到的啊，这些许许多多的教训啊，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啊。巴兰的教训啊，等等，那也甚至到了推亚推拉的时候，更有耶洗别的教训啊，教导神的百姓啊，去拜偶像啊，行淫乱。这个在神的眼中啊，这个耶洗别就是外邦王啊，西顿王的女儿耶巴，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竟然啊，鼓动她的丈夫，就是那个最败坏的那个王亚哈。尼托生弟兄说啊，从以色列的历史给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到了亚哈王啊，他那是举国去拜偶像啊，这个是败落到无以复加的情形。我们上一堂课也都讲到了啊，这种背道的情形。啊，在那个召会里满了撒旦深奥的事，那结果怎么办呢？神就再也不能容让，神就在这里兴起了，在德国兴起了一个青年人，叫做马丁路德，他举起这个改革的大旗。在他之前也有一些好些人，这个有份于这样改革的这个情形。只是啊，这个总集成的就是这位马丁路德，啊，就像弟兄刚刚又提到，1517年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天主教的败坏，
啊，曾经是一个在天主教一个最严谨的教派，叫做圣奥古斯丁，这个修道院里面那里受教。然后啊，他这个正是在那里，这个愿意好的认真的寻求。有一次啊，他有机会要到罗马去，那是他毕生的荣耀，哇，这个一生的梦想终于要实现。只是等他就要越就近罗马的时候，就越感觉到那个堕落败坏的情形。甚至啊，到了一个地步啊，甚至还有所谓的赎罪券啊、赦罪券的那个情形。那在这个天主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掺杂，有许许多多的迷信啊，我就不能一一去诉说了。结果见了马丁路德啊，他就贴了那个95条，他最主要就是反对赦罪券啊，他觉得那是不对的。然后呢，最后这个天主教就把他开革了，然后甚至找那个这个德国的皇帝啊，要来审判他啊，这种种的。那他最后他被审判的时候，这个在皇帝面前这是很害怕的啊。这个他们是这个讲不好就被杀头了啊。他说这些书是不是你写的？他说是。他说那现在给你有一个机会啊，这个你来证实一下。反正就是要让他的，只要他承认，那他就罪就定。他说容我考虑一下。结果他第二次他来的时候，这个他就说，如果你能够证明我这里面的写的字不是圣经上所写的话，你就能定我的罪；若是圣经上写的，人就不能定我的罪。简单说就是这样。他一切都是照着圣经，他那里就他就最强调的就是唯独信心啊，唯独圣经，一切都回到圣经，不是照着传统，不是照着啊照着遗传啊，都是要回到圣经纯正的话。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所带来的这一个改革，这个 reformation 这个改革的这件事情。那多说一句话，这个改革就马丁路德最大的两个贡献，就是第一，带进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第二，带进圣经的公开。啊，这个带进圣经的公开是影响力是更大的。简单说，这个呢，后来就促成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后来就带来工业革命，结果就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有要讲到西方这个文明的历史的时候，这个马丁路德是站在极其重要的地位。那我们这个就不去说了啊，因为天主教把圣经给封锁起来，他们认为圣经只能由圣职人员在圣堂里来讲解阅读，其他人都不能啊。所以他们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不让人读圣经了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带来了1000年的这个中古黑暗的时期。简单的说，主的话都被封锁了，所以呢，只有从第6世纪末，就是590年。第一任教皇正式被确立的时候，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517年，将近这10个世纪，1000年之久，啊，这样的就是圣经都被封锁，就借着马丁路德就带来圣经的公开。简单的说，它是非常的啊，就在某一面来说，这是主啊在这里啊不能再容让了，就有了对推亚推拉教会有的一个回应。神的回应就是人的恢复。阿们。那但是呢，这个恢复啊，像马丁路德他也在他在这个这他曾经啊翻译了圣经
把它翻成德文，所以德文当时要趁着印刷术的时候就整个就普及了出去了。所以马丁路德实在是一个主大用的仆人，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他不是被主用的。但是他所带进的这个改教以至于带进的这个更正的这个情形呢，就是沙迪召会所预表的这一个带进这个更正教，这个沙迪召会所预表的更正教，在主的眼中却是明火死亡，有头无尾，而且是什么？是不警醒。就像刚才弟兄说的啊，简单的在这里，我们就是这样的。第二大点，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许多人以为更正教是活的，主却说他是死的，他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能力。不过徒具虚名。更正教历史中一再的出现的那些复兴运动，正是证明更正教各公会的实情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啊，就是要等着啊。那这个情形就好像在旧约的士师记一样，需要等着这以色列的子民啊都转离离弃了神了啊，被掳了，受欺负了。然后在神的兴起实施啊，再把他们再带到太平的日子，再带到神的面前，等到实施过去了，又重复那种败坏堕落的历史的情形。这就是更正教的历史，这个就是这样的重演。那所以主对他们说，他自己讲，你要写信给在撒迪的召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亲临和气息的说。欺凌是为了使召会啊加强的什么活，欺心是为使召会加强的亮啊，这个不是一个灯，是七个灯，不是一个灵，是七倍加强的灵。所以在这里就说到，我们当然不要留在上帝召会的光景中，我们要在传福音上，在滋养新人上，在成全圣徒上，在伸延建造基督的身体上，是活的，是有活动的。简单说，就是在神所命定的路上，生涯教建立史上都是活的。所以我们刚才在唱，在这首诗歌509首，要在灵里看召会，在灵里看世界。在灵里看宗教，在灵里看圣城，撇世界脱宗教，预备心腹，主快来了。啊，第三点说，在灵里我认定啊，七灵和七心，七灵强，七心亮，使成城怎么行？我不要老道理，只要灵和能力，脱宗教，灵发烧，灵高烧到强，烧到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在这里诉说召会的历史，我们也更在主的灵里来看我们自己的情形，是不是我们的区聚会里也是这种需要啊？这个也是像这种需要有人用铁锤打一打呢？姊妹们，聚会啊，一定要释放灵。而且聚会啊，告诉你，聚会第一要注意的就是坐位置。你聚会啊，不坐到第一排就是堕落。哎，我在讲很实际的情形。哎呀，公会就是这样嘛，谁敢劝你怎么样？你喜欢坐最一排，就坐最后一排。没有人管这个召会，没有人管神的享受，没有人管神的见证，就是这样的，不是吗？主的恢复不是这样。我从小啊，在召会中长大，我开始真正要聚会的时候，负责牛带领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从座位子开始，从排椅子开始，啊，排成一圈，从你第一个坐的第一排开始。哎，姊妹。感谢从我们这670位开始，好不好？
的群聚会，你应该有说，有我在，群聚会垮不了。有没有这种的雄心啊？有我在，这个聚会完了你。讲沙弥召会，我们要看见神的心意所喜爱的。Amen。我们有一首诗歌，302首，也是李弟兄写的。他说：“主啊，何等奥秘，你临在我临，也是何等实际，二临成一临。”啊，他说：“使我每一出生啊，都能推动灵，无论有何动静啊，都能供应灵。但愿我灵一动啊。”人灵就开启，但愿我灵一冲啊，人灵就提起。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啊？在这个聚会里面有你在，周姊妹，阿门。你灵一动啊，人灵就开启啊，你灵一冲啊，人灵就提起。我的姊妹啊，曾经在罗马尼亚开展，现在在台南继续开展。阿们姊妹，哈利路亚，求主祝福我们。主啊，求你吹鼓，多用灵来吹，人人灵都丰富，人人灵加倍啊！302首，我们现在这个简单说，我们要进入这样的实际。阿们，那阿们大本诗歌302首，这个好，我们现在看。这个我们好不好就读一读好不好，从第三点的这时间的关系啊，第三大点，我们从第三大点就是一直往下读啊，大点中点小点一同读啊，咱们就是分两半啊，从这边开始，我右手边的先开始，第三大点开始读。那有神的真理和执行者就要说啊，请来读。公侯爵的有爵位的这些人保护他，有一个王子叫
莎白女二世，国王不仅要做属世的君王，还要做这个召会的君王啊，这个是，这就是杀敌的这个败坏的形式带进来的这种光景。所以这个，所以啊，这个主君要叫他什么？要叫他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且要悔改。若不警醒，我便临到你那里，像贼一样。好，第五，请一同读。若不警醒，我便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也绝不能知道。好，第一，这节经文指明，基督是那像贼一样临到，偷取他的宝物，他所宝贝的寻求者的一位。好，这边读第二。谁要来？
都是偷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配主来偷取呢？那所以在这里，第一，还有一个，我们要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穿白衣，也就是这里就是说，我们不仅是指的纯洁，也是指的我们不受死亡的玷污。这个就着我们实际的经历来说，我们对犯罪可能有感觉，你的孩子亏欠你啊，跟你顶撞，他会有感觉，但他聚会不用力，他没有感觉。这个就是死，属灵的死。所以我们啊，在主的这个召会里面，我们啊就像主一样，我们恨不死，死沉沉怎么行？所以我们必须要运用我们的灵。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活中彼此是一，运用灵，享受灵，活灵释放灵，感谢主，我们叫穿白衣，接着吃主喝主，然后我们活出一种活的光景，与主相配，我们叫穿白衣，我们就能够警醒啊，主就能够来了迎娶我们。那在这里另外还有讲到，我们要有两件白衣啊，有两件衣服。这个马丁路德他只是恢复了客观上的品性诚意，今天神所要求的就像诗篇四十五篇里面那个王后穿的两件礼服，这个第二件呢，就是那从我们身上活出的那个主观的义。这个主观的义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享受，基督从我们活出的那个主观的义，就是我们的第二件的礼服，也就是当主回来的时候主要赏赐给我们的啊！感谢主，我们要穿白衣迎接主，要享受基督，活出基督。求主祝福我们，真是胜过这个民活死亡的这种改革的这个杀敌的召会所预表的这种死沉的光景。我们啊，这个李弟兄甚至说了一句话，他说常常会有一些弟兄说，你为什么不释放灵啊？他说我怕讲错了。李弟兄说，我巴不得你讲错了，而不愿意看见死沉的光景。